今天成立的哈，等一下要把它要揭牌的哈，要成立的哈，这个反毒宣导的一个啊展示区哈，也是全国哈，目前来讲全国首创的啊，全国首创的哈。那我们建的这个展示区哈，最主要是把以前的教条式的宣导，去把化为啊情境式的情境哈，现场的一个情境哈，让所有的哈这个青少年朋友哈啊，可以更深层的认识哈，这以后是开放的。又是我们的接受哈，各学校来申请，就积极的在找寻这一套东西哈。那一直到了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啊，透过教育局啊，知道说啊，我们育达文化基金会他们有开发这套教具教材，那我们就引入。那透过几场的宣导，发现哎，的的确确。以前教条式的方式跟情境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只有这样，我们往后还要继续增加，好，把我们第一线同仁所查获的这些毒品都引进来，都放进来。那各位你所看到的前排这个一二三四级毒品的仿真呢，它是的确是跟我们现阶段的毒品的样式是非常的贴近。各位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安非他命，包括吸食器，我们都尽可能去把它呈现出来。那我们会去告诉我们青少年朋友。药毒品跟药物基本上它是好一体两面的东西。另外呢，我们希望附近的社团以及学生学校能够来申请。